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！把我的刀给我收回去。我像恶魔，你像尖酸，是吧？这我得上去救救我的兄弟们了啊！王八其实没啥伤害，那王八，那王八就杀技能，你不打他就没事儿，不用打他。跑得挺快呀、啊。中期能打，后期打不了，你拉倒吧！你看这王八，我们只要不 A 他，啊，现在他没有壳着，那就把他扎死。别急啊，不打他，他壳着一开，咱不打了。用技能打他，他又反不了声，所以没用这王八。我抓链儿，平 A，A E A， 还闪走了。哎，我打那王八是什么装备？怎么拱人这么疼啊？攻击力挺高啊！我回家了。我这个屎壳郎67点攻击力也不高啊。链儿，平 A， 平 A，E A， 扎一段 Q。平 A， 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一链柱扎一刀，三段 Q， 平 A， 平 A， 什么意思？平 A， 我直接开大，一段 Q， 一扎一刀，扎烂你的龟。从上面走，要不然他可能会过来骚扰我们。出个水银海，省着他啊！我的印性加水银海，那王八嘲讽都基本上是嘲讽不住。我扎一刀 ，Q 一连。链柱二段 Q， 三段 Q， 咱也不打，扎一刀，一过来铁字鞭，让你尝尝我的鞭，小王八，闪电五连鞭。我给你一段 Q， 这家伙
链儿你。哎呀。先回家出个可血战斧。无所谓了，炮车就炮车吧。扣一连二段扣。这玩吧挺不怕死啊，我发现。嗯，我发现你挺不怕死啊。那建模打着王八到后边也好打，这也没事儿。我们不是那种靠平 A 的英雄，你这要五个压死我那行，那打不动。先把那水银海给他除了，完事出点啥呢？打着王八黑切吧啊，这么多王八出把黑切。而且他们躲都没地方躲，有的走位好也没有用，根本就躲不动。那打我都不掉血，我可血战斧平 A， 平 A， 一段扣，二段扣，一，三段扣，平 A 一走，一段扣，二段扣，三段扣。扣一连链儿，三段扣，我直接开大，一扎一段扣，算了，不上了。干哈呢这？这啥意思？这不至于吧？这我打人都不掉血，你看了吗？我这一走链儿，我可血战斧扎一刀，扣一连，二段扣，三段扣一平的，扎一刀回血，可血战斧九块钱，行。那助攻九块钱，还没有我补个兵多呢。那王八是不是以为自己挺肉的？给我砍死他！今天就喝王八汤，大补。怎么的呢？这一个一个上。六块钱的助攻，差不多了，我要撤了。
先来个黑切，那王八伤害不够，打不动人。我来了，耶！是耶！一断 Q， 打不到。我想来一波舞台，行不行？懂是吧，兄弟们，懂就行了啊！我想来一波舞台，我来红吧，来红来红，嗯，我想来个舞台，我想打五个王吧。我来了，嗯，我来了。你们上下，我中，啊，我来个舞台，来波一 v 五，兄弟们。Q 一，二段 Q， 三段 Q， 扎一刀练耳柱平 A。Q 一连，二段 Q， 三段 Q 和谐战斧开大招。Q 一连，二段 Q， 三段 Q 闪，扎一刀平 A， 科血战斧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平 A， 链儿 ，A 一刀 ，Q 一连，二段 Q， 扎一刀，三段 Q， 葛赛被定住了，拿下。再给一波舞台，行不行？再给一波舞台。我来救你，我的兄弟！我直接开大招。Q 一连，二段 Q， 科血战斧，三段 Q， 扎一刀，一过来平 A 链，五个王八全跑，四散奔逃。无奈跑的有点快。再来，科学战斧 Q 一连，平 A 链，扎一段 Q， 二段 Q 一，三段 Q 一，科学战斧，一段 Q 扎一刀，链住，二段 Q 一，蹦蹦车，蹦蹦车。